说有这么一家三口，爸爸杨远，妈妈陶芳，还有一个10岁的儿子默默。他们家属于是相对典型的虎妈猫爸的配置。陶芳开了一家化妆品店，在外工作比较忙，在家对孩子也是严格要求，给默默报了不少的兴趣班。可是默默却比较调皮，成绩也是一直上不去。杨远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于是主动调离管理岗。那这么一整呢，时间倒是自由了，但是收入也就减少了呀。所以他平时就接点兼职的单子来赚点外快。说这一天是12月22号，星期五，冬至。一大早，这家人像往常一样忙忙叨叨的准备送孩子上学。杨远计划着晚上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一个桂圆烧蛋，让媳妇早点下班，还想商量一下周六的安排，但是妻子的态度却略显冷漠。明天就周六了，我跟你说那事儿。行，晚上回来再说吧，快出来吃饭。7:35，杨远先下楼热车。7:40，他把车停到了楼道口。等到了7:46，杨远还没见孩子下来，他就打电话催陶芳，寻思快点儿，一会儿都迟到了。但是谁也想不到，在这一通电话之后，夫妻俩即将陷入一个既恐怖又离奇的漩涡之中。你让默默快点呗，要不然要迟到了。说什么？你看看现在几点？这早下去啊。没下来呀、啊。没错，在陶芳的视角下，默默早就下楼了，可是一直守在楼道口的杨远却没有见到孩子，也就是说默默在楼道里就这么离奇的失踪了。杨远认为孩子指定是没走出楼道，于是夫妻俩赶紧的挨家挨户的敲门问邻居。他们所住的是一个老的小区，一共5层楼，他们家住1单元的401，他俩很快就把整个单元几乎都问了一遍，除了302家里没人，他没敲开门，而其他的邻居都表示没有看见孩子。那怎么办呢？赶紧报警吧。很快8:15警车到达，主要负责本案的是女警张叶。面对警方，杨远还是坚持孩子就在楼道里，没出去这个楼。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去了楼顶呢？他们所住的小区确实是有天台，可是1单元上不去，只有2单元能上。张叶进到了杨远的家里，对环境做基础的检查，可是杨远却偷偷藏了一个什么东西。这些小动作都被细心至极的女警张叶看在了眼里。张叶还发现默默的书桌上摆了一张4人的合影，里边除了他们一家三口以外，还有一个年龄比默默稍大一点的小女孩，而这个小女孩其实就是住在刚才家里没人的1单元302的房间里，她的名字叫恩怀。那么说起恩怀，她跟杨远一家的缘分还要从1年多以前说起。恩怀就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小孩，父母离异，她跟着爸爸一起生活，又因为爸爸是一家装饰建材公司的老板，工作很忙，所以恩怀从小就非常的懂事独立，成绩也特别优异。有一天杨远接默默回家，发现恩怀没带钥匙，正坐在楼道里边写作业，他就想邀请恩怀去他家，两次邀请恩怀都委婉的拒绝了。杨远说，那你爸电话多少啊，我给他打电话。恩怀也说不用。一直到晚上恩怀爸还没回家，默默就主动的冲出去把恩怀拉来了自己的家。当恩怀走进他们家之后，看见那扑面而来的温馨的烟火气，他发现原来这就是他久违的一直渴望拥有的家的感觉。第二天，恩怀拎着默默爱吃的零食主动上门，自此以后他便几乎每晚都来杨远家吃饭，同时还给默默辅导作业。这一家人对他都很好，他们之间也就越来越亲近，甚至还会4个人一起出行游玩。好，那时间拉回到现在，杨远告诉张叶警官，他想起昨晚恩怀提到说自家的钥匙找不着了，说可能是落在学校了。那么如今杨远就琢磨，有没有可能是默默把钥匙偷摸的拿走了，然后躲在了302呢？张警官敲了敲302的门，如果孩子躲在屋子里，离开猫眼的时候光线会变亮，你之前敲门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光线变化？可是杨远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而且他直到现在也没有恩怀爸的电话，警方只能赶紧联系物业调取屋主的信息。联系上之后，恩怀爸说他要40分钟才能回来。完了，根据调查，警方发现小区只在门口环形主干道上有监控，杨远家的17号楼1单元刚好就是监控的盲区，而主干道的监控从7:30到刚才都没有发现有小孩独自经过，大门口的监控也没啥发现，而且小区还就这么一个出入口，难道说默默还真就是在楼道里边凭空消失了吗？张警官从邻居处变相得知，这老房子隔音不好，邻居们老能听见杨远、陶芳夫妻俩吵架，似乎还要离婚。于是他想单独跟陶芳谈一谈，询问孩子失踪当天有没有啥异常的表现。陶芳表示没有异常，孩子是7:41出的门。至于为啥会记得这么清楚，养过孩子的可能都知道，要想调皮的孩子不迟到，时间卡的那都得是可丁可卯的。也就是说，如果夫妻俩提供的时间都是准确的，那中间根
本就没有时间差。杨远7:40坐车里边在楼道口守着，也确实不容易看漏。可是陶芳说杨远前一天凌晨3点才睡，第二天7点来钟起来，一宿就睡了3-4个小时，那保不齐就迷糊的注意力不集中啊。你又不是张朝阳。张警官又去问杨远，你们最近有没有在孩子面前吵过架呢？这个架吧确实是吵了，在7天前，起因就是家里的狗。杨远之前给孩子买了条狗，还谎称是朋友放在他们家寄养的，可是陶芳却认为孩子天天跟狗玩，能有那精力学习吗？于是说啥都要杨远把狗给拿走。晚上杨远也不知道能把狗给送到哪儿去，就先放车里。可是他接了一个电话，一转头狗就不见了。而现在这只狗的踪迹却被警方给找到了，原来狗已经死了，还被埋在了小区围墙的旁边。警方已经把一个单元除了302室的所有邻居都排查了一遍，依然没有和默默相关的任何线索。张警官就问杨远，会不会是你们夫妻俩要离婚，是你把孩子给藏起来了？毕竟这种事儿过去也不是没有过案例，尤其警方还从他们夫妻俩的消费记录里边查到杨远给自己和儿子买了2张回老家的车票。那杨远当然是极力否认自己藏孩子呀，他说买车票只是想带儿子回去看看自己的爸妈。那么杨远在张警官检查时偷摸藏起来的又是啥呢？其实那是一份诊断书。原来默默的过于调皮是因为患有多动症，杨远说他把诊断书给藏起来，就是不希望警方把默默当病人来看待，因为在他的心里他觉得自己的孩子只是比别的孩子更淘气一点，怎么就成了有病了呢？在说出这些之后，一直压抑着自己强装镇定的杨远到底还是崩溃爆发了，他痛哭失声，在一旁的张警官也有一些动容。终于在上午9点的时候，恩怀回来了。那现在302室所有人的希望，当恩怀掏出了钥匙慢慢的将门打开，陶芳率先冲了进去。他们多希望默默就藏在恩怀家，一切都只是一场闹剧。可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令人遗憾的，302的屋里也没有发现任何默默的踪迹，除了恩怀的桌上也摆着一张他们4个人的合影。面对陶芳的追问，恩怀是吞吞吐吐，一问三不知，只是说钥匙在学校找到了，他回家是因为课本落在了家里，拿完就回学校。那很快9:10，恩怀他爸也回来了。可是敏锐的张警官却发现这家父女的关系似乎看起来有一些古怪，恩怀在自己家摆和其他人家的全家福，而且他出门还要把自己的卧室给上锁，这些细节都让人很难不产生猜测。而且警方是在早上8:30给恩怀他爸打的电话，住户资料上显示恩怀爸的公司到家只需要10几分钟的车程，那他为啥非要说自己要40分钟才能回来呢？张警官开始将注意力重点落在了恩怀他爸的身上，他带人赶去恩怀他爸所开的装饰建筑公司，公司里的员工却说最近有一个工程工期紧，老板一直在现场盯着，已经1个礼拜没看见老板了。而施工现场在宁湾镇，到小区的车程差不多是40分钟，也就是说恩怀他爸是从现场回的家，时间能够对得上。但是张警官没有就此放弃，他继续转战宁湾镇的施工现场，询问现场的工人恩怀爸今天早上是几点来的，工人说是7:01，而且中间没有离开过，毕竟工期紧，恩怀爸做事又较真，所以一直在这盯着。工人还说他跟恩怀爸都认识7-8年了，恩怀妈他也认识，哎呀就是那个夫妻俩啊。哎，刚一说到这儿，工人突然就欲言又止了。那这次走访，张警官并没有得到更多有用的线索，但是他还是把施工现场的监控给带走了。其实在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些疑点没有想通，首先就是施工工人和店里的员工都说过同一句话，那就是工期紧，恩怀爸这一周都是早出晚归，一直在施工现场待着，可是今天恩怀爸回到小区之后怎么到现在还不回现场啊？还有恩怀，所有人都说这个小姑娘细心，可是细心的女孩为什么这2天一直忘东西呢？钥匙课本全给忘了，这合理吗？时间过得飞快，默默失踪已经4.5小时了，案件的突破却还几乎为零。不过当张警官仔细研究施工现场的监控时，却有了新的发现，监控中显示恩怀他爸早上接警方电话时的画面，只见他挂了电话之后站在那儿发了一会儿呆，那是一种仿佛考试没考好站在门口不敢进家门似的反应，一种如临大敌时的神情。大家只是怀疑默默偷了钥匙进了302，为什么恩怀他爸会为了一个不确定
定的推测而有如此的反应呢？而且恩怀爸一直到12:45才回到了工地，那么从早上9:10到家，一直到12:00出门，这3个小时他在干什么？恩怀爸自己的解释是，他说他收拾了一下屋子，然后不小心睡着了。可是这个解释显然不能说服张警官，他决定还要再去302室检查一下。与此同时，杨远那时候也没闲着，他总感觉恩怀一定是有啥事瞒着他，于是他去学校找恩怀，可是老师却说恩怀没回学校。梁远当即把这条线索告诉了警方，查看监控发现恩怀是坐上了一辆开往北湖方向的公交车。梁远猛然反应了过来，他觉着自己应该是知道恩怀要去哪儿，于是他赶紧驱车前往北湖，来到了一间民宿。没错，就是这儿。在这里，杨远确实看见了恩怀，也终于知道了两个孩子的秘密。原来过去杨远夫妇曾经带着孩子们来这玩过。这家民宿有一条怀了孕的狗，狗的主人是一个老奶奶，她说等狗生了小狗了就送默默一只。默默说妈妈不喜欢小狗，老奶奶说没事，那就算你先把狗寄养在奶奶这儿。默默非常开心，还给狗起了名叫默远，是爷俩的名字各取了一个字。可是小狗出生之后，他们一家人就再也没来过。默默一直很想再去北湖，可是陶芳一直不让，杨远也懒得去争取。那久而久之，默默的心里是越来越失望。再后来，家里的狗也丢了，默默就求恩怀，让恩怀姐姐带她来这儿，把默远给接回家。默默知道爸爸喜欢小狗，她想给爸爸一个惊喜。可是当他回家之后，却没有看见默默的身影，这才忽然意识到大事不好，心里边十分慌乱。恩怀就猜测是不是默默自己先来了，于是想着来这儿把默默给带回去，这样也许杨远夫妇就会原谅他，毕竟他是如此的喜欢这家人，他实在是不愿意失去生活中仅有的温馨，不愿意失去这个家。那么现在疑点已经变得越来越多，10岁孩子在楼道消失，邻居家奇怪的妇女，还有那条死狗，狗的死与这起失踪案有没有关系呢？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个复杂离奇的故事看懂，还需要把时间倒回到案发前7天，那一天就是杨远夫妇因为狗吵架的那一天。那天陶芳因为默默考试交白卷的事大发雷霆，她回家看着狗就非常闹心，逼着杨远把狗给送走，于是便有了前面提到过的狗狗丢了的情节。晚上夫妻俩再次争吵，躲在房间的默默听得心都没缝了，就一个人跑下楼去找狗，还跟一个神秘瘦削的男人擦肩而过了。而这个男人则牵出了另外一条非常重要的故事线，这个男人名叫袁武，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早上会准时出现在公交站，可是他却没有坐车去上班，反而是扭头走进了棋牌室，话不多，闷头打牌。他每天打到下午4点就准时离开，结账的时候钱包里还掉出了一张写着一周每天做啥菜的菜单。棋牌室的小红笑着说他生活还挺规律，他紧张的直抠手，可见他并不擅长与人交流。晚上他去市场买菜，只是因为想给他爸买一双棉拖鞋，就得少买一样菜。可是就算是少买点菜，7块1双10块钱2双的棉拖鞋，他的钱也就将将够买一双的，可见其经济之拮据。买完菜他去了一趟银行，取出了2000现金之后，卡里边只剩下一点零钱。应该没有人能想到，看起来如此落魄的袁武，其实是亲手把曾经拥有的一副好牌给打到稀烂。曾经的袁武家庭和睦，父母对他也是万般宠爱，而且他学习成绩优异，高考考了645分，数学甚至是满分。后来他从名牌的大学毕业，有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婚姻生活也很美满。可是再后来他开始沉迷赌博，渐渐的家底被败光，妈妈意外去世，老婆孩子也都离他而去。那现在的袁武只能跟着老父亲相依为命，远离家乡租了一间房子。那巧的是，这间房就在杨远他们家隔壁单元的306。当袁武回到家，发现女房东已经在家里等着了。没错，今天是交租的日子。女房东名叫林楚平，是一个朝九晚五的普通上班族，可是她的神情中却似乎总是带着一些阴郁。她有一个哥哥，对她是万般呵护，甚至有点过度关心，比如总是催她去相亲呢，她总是不放心她一个人在外活动等等。来收租的路上，楚平出了一个小车祸，旁边的车撞了一条狗，接着又别到了他的车。好在人没什么事，所以他也就没太计较。袁武说家里的热水器坏了，楚平说周末让他哥来修，接着就拿着房租离开了。回家前还不忘要给哥哥报个平安，哥哥却说以后尽量别自己一个人去，我想想都好怕。送走了房东，袁武开始给他爸做饭。饭桌上他爸还在询问袁武的工作近况，问他到底什么时候能转正呢，总不能一直指着老爷子那点养老金活着吧，万一有一天老爷子不在了呢？由此我们不难推测出，袁武去银行取款用的应该就是他爸的卡。
可是他爸不知道的是，其实元武没办法转正了，因为他已经被公司给开除了。这个元武其实患有神经官能症，是一种精神障碍。当初他找新工作的时候其实挺顺利的，老板看了他的简历直接录用，连试用期都没有。可是他却连跟人的基本交流都成问题，最终失去了工作。被蒙在鼓里的老爷子毫不知情，他还期待着元武以后要好好工作赚钱买房。他说他想看着元武重新的振作起来，他也想再看看自己许久未见的孙女。那可惜的是，元武他爸再也不可能看见这些场景了，因为他吃过饭之后就去世了。元武慌了，他痛苦，他绝望，他不愿意接受过往的种种经历在脑海中闪过。他失魂落魄地离开了家，刚好撞见了在外找狗的默默。二人的短暂的交流也被楼上的恩怀看在了眼里。元武鬼使神差的竟走进了棋牌室，可是深夜的棋牌室玩法跟白天大不一样，那是真枪实弹的赌博呀。元武用他爸的钱赌了一局大的，这一局他赢了，赢的还挺多。此时小红及时出现，谎称元武点的外卖来了，将他从赌桌上拉走。其实小红这么做是因为他不希望元武继续赌下去了，他觉着元武跟那些赌鬼不一样。小红还说，本来底牌就只有你自己能看见，这张底牌是什么不重要，想要赢就要把它藏好，别让别人看见。小红的这句话不断的在元武的耳边回响，他踉踉跄跄的往家走，路上看见了一具狗的尸体，于是便挖坑把它给埋了。没错，其实楚平路上出车祸，旁边的司机撞死的那条狗就是杨远家的那只。元武回到家之后，靠着他爸的尸体把憋在心里许久的话都说了出来。恍惚中他似乎做了一个梦，梦里他背着他爸最心爱的藤椅来到了野外，把藤椅给埋了。梦醒之后，元武是一阵恍惚，厕所里有一块瓷砖脱落，他盯着盯着发现墙体似乎是中空的。那我猜此时啊，也许正有一个可怕的计划在他的心中萌芽。元武掀开了厕所棚顶的瓷砖，看到上边有很大的空间，他还用身体和墙面做比对，可能是想靠身高比例来估算出所需要的瓷砖数。接着他去买瓷砖，为了找到花纹匹配的瓷砖，他找啊找找啊找，刚好就找到了恩怀他爸开的店。你要多少？我可以给你便宜点。21。瞅瞅，能精准的说出需要21块，可见他的数学确实是相当了得呀。那除了瓷砖，他还跟恩怀他爸这儿买了点其他的材料，说是要把东西都送到红莲大厦，那是一个老的写字楼。恩怀爸打算开车先把元武给送过去，货物随后就到。路上恩怀他爸还一直跟元武搭话，元武就吭哧瘪肚的随便打两句。等所有的材料都被拉到了红莲大厦之后，元武就开始了他的搬砖生活啊。这是真搬砖呢，为了不引人注意，他分批分次的把砖一点一点的拿回家。可是在某一趟他回家的时候，走廊里出现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就是楚平的哥。之前不是说好周末要来修热水器吗？元武非常的紧张和害怕，他很快就反应过来是咋回事了。回想起楚平说要在周末去 4S 店修车，于是他着急忙慌的换了衣服打算去找他。那么元武要去找楚平干啥呢？他到底是在计划啥呢？这些发生在几天前的故事和默默的失踪案又有什么关联呢？那就是还没有更新的内容了。消失的孩子是根据小说《海葵》改编的，作为没看过原著的观众，我个人对这部剧的观感还是相当不错的。开头我说这部剧像是剧本杀，听到现在大伙应该多少能有点同感了吧。剧中对于时间线捋得非常清楚，而且每一个细小的情节都可能是线索，绝对不能忽略。三条故事线，杨远、元武还有楚平，看似没有交集，但是在展开的过程中，观众却能逐渐的发现他们之间暗藏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每一个角色的背后都有自己的秘密和故事，让人对剧情的发展充满了好奇。而且剧中还用了一些第二人称的旁白进行穿插讲解。你叫杨远，但你从未走远。你或许就是他们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元武，你家庭和睦，名牌大学毕业，你是怎么把一手好牌打烂的？所以我说这特别像玩剧本杀的时候读剧本的感觉。完了，关于剧情和细节呢，我也有一些自己的分析和推理，我试着抛砖引玉一下。首先，我认为元武大概率是准备将他爸埋尸在卫生间，然后冒领他的退休金。因为剧中用了不少的镜头来特写工资卡，再加上他爸的那句难道你要靠我的钱活着吗，以及元武梦中去埋藤椅，我觉着都是在指向元武埋尸这一剧情发展。而女房东林楚平，我猜测她过去极有可能在自己的房子里受过侵犯，之后才把房子给租出去的。比如
为他哥对他过度的保护，所以他去相亲。米吉打电话的时候还说，一想到就后怕。那后怕什么呢？会不会怕的就是楚平再次受到侵害？我还把后几集的预告也看了，预告里楚平睡觉时房间中出现了一个人影，相当恐怖。而且我猜强奸犯应该还没有被抓获，因为预告中楚平说，如果抓不到那个人，他永远都无法从阴影里走出来。还有第一集中有一个戴眼镜的男的，听到楚平要去相亲之后脸色突变，还出去抽闷烟，同时悄悄地观察。男人走之后，楚平看着烟头面露难色，我猜他是不是想把烟头给捡出来，然后去做个鉴定啥的。那至于默默，我觉着他应该就是在这栋楼里没出去。至于在哪儿呢，我认为302的嫌疑很大，也许房间里边还内有玄机。而恩怀他爸绝对是有点问题，那最有力的细节证据就是恩怀的卧室平时是会锁门的，而且他的门还是那种带链条的锁。在自己天天生活的家里，难道也需要这样严防死守吗？还有剧情中展现过杨远曾经替恩怀的父亲去参加家长会，但是在场的老师和家长谁都没有发现他不是亲爹，那这也就意味着恩怀他爸应该基本没去过学校，变相就证明了这对父女的关系应该是相当疏离的。而且警察曾经在言谈之中流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302在2年前重新装修过，联系到恩怀他爸本身就是做装修这一块的，所以极有可能在房子中动了手脚。那么咱们大胆的猜测一下，有没有可能恩怀家的302里有一些可以通往其他房间的暗道呢？比如侵犯楚平的有没有可能就是恩怀他爸呢？毕竟可以如入无人之境的闯入室内行凶，最后还没被抓到，很有可能就是有密道。尤其是他们两家都在3楼，这样的设定应该不能是巧合吧。完了，说到这儿呢，我还必须得唠一嘴，这部剧的片头做得非常有意思，把一些可能是与破案相关的一些物品符号用丝滑的转场给表现出来了。比如画册中与恩怀相关的美好的回忆，到隧道，到猫眼、水管、床头的不明的液体等等等等。那么结合这个片头，我们再大胆的猜测一下，有没有可能是凶手先是潜入了楚平的房间，在水里边下药将其迷奸，而水管就是进出房间的关键呢？那么是不是有可能默默早上躲进302的时候发现了恩怀他爸的秘密，于是才被恩怀爸绑架试图灭口，而同样在厕所挖门盗洞的元武意外发现了其中玄机？行了，就到这儿了啊，可不能再猜了，再猜我怕猜的太准就要剧透了。总之呢，我个人认为消失的孩子绝对是一部制作水平上乘的悬疑剧，他在营造悬疑感的同时还不忘展现一些常见的家庭问题和教育问题，比如默默的压抑、恩怀的寂寞，甚至包括元武的天才陨落，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值得观众去深度思考的价值。我看到网上有一些声音在吐槽剪辑重复的问题，说每集的开头都有很多之前出现过的镜头，翻过来调过去是不是水时长？关于这一点呢，我是有点不同的看法的。我不仅不觉着重复是个问题，相反我甚至觉得这样的剪辑的手法是一个小的亮点。首先那些镜头它不是完全重复的，它里边有很多新的内容，这就好像缝衣服的回针，在往前推进剧情的同时再往回倒一点，一来二去的反而能让结构框架更加牢固，让观众的注意力集中，方便理解剧情，而不至于让这部剧看起来过于烧脑而劝退部分观众。大伙也可以理解成是玩拼图，拼图都是越拼越完整，越拼越清晰，这部剧也是一样，拼着拼着三条故事线就开始串联在一起了，既加强了人物之间的联系，也让整部剧的故事讲述更有逻辑，给人一种恍然大明白的感觉，是不是？而且这部剧作为悬疑剧拢共只有12集，单集时长1个小时，如果说真的想水时长的话，剪出24集我觉得都是轻轻松松的，战线拉到40集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我觉得既然最终能做成12集，真的是没有拿几个镜头来水时长的必要的。行，那今天这期先说到这儿了，对这部剧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一起跟着追。